一切落魄王孙，只是父亲27个儿子中最平凡的一个，所以就被送到赵国来了。难道你的心是冰做的？这全天下的人呢，都想摘到这朵骄傲的牡丹。你了解公主崖吗？我只是一个体弱多病、无权无势的世子，想旅行去寻真正能帮你一张大门户的牡丹。浩然是个好名字，多好的一个平民公子啊！每次秦赵发生动乱，我都会来这里住上一段日子。这世间有福，但善意可畏。就算我没事，我是一人不笑，请允许我助我一臂之力。浩然，我心悦你。我娶了浩然，这是事实。我怎么忘了，你来司马懿直抵虎狼之国，与那些杀人如麻的秦人别无二致。我是秦国人，我的父亲有27个儿子，为何只有我浩然要时刻走在利刃之上？你用浩然留我，前赵交战，我已经好好的活着，我绝不会原谅你。难道是我挑起了这场战争？请你为了我回去秦国。我是王孙一人，现在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子楚好，这样一来全天下就都知道你是我华阳的儿子。我实在的伤天夺命，这天狼被忘，我赢了。看将军王国，我自己待在咸阳，谁是英雄？王上早立遗诏，以王孙子楚为嗣，刻成法典。不是说你的妻子伤你的儿子，你作何主张？杖毙！王上苦杀死父王的我好累啊，视尔如桥，闻是一望我桥，比起香雪，赠之以芍药。柳儿，你要学的还多着呢。现在我越做越扩大秦国势力，你要如此坚持，就是他为何寡人对你的真情了。认识我从来只是勇敢，不知自在何处，你死了就是伤，还有秦王解决不了的难题吗？这一谁与我来，寡人身为嬴秦子孙，不惜以天下人为妻，自当兢兢业业，百折不挠，实现大秦征伐天下的宏愿。